好啦，100开完了，接下来正品包绿包给他吹了，24盒48包，我哥我弟开8包，这里面有四束，对，四束1人20包，我希望我亮面凤凰，心情会好一点，会好很多。其实我还不知道我们到底开什么样，讲真的。哦，这两张都不错。100包开吗？对啊对啊，还是你要聊，看你啊，都可以啊，看你。我就是要这张亮面，废铁回收机不错，这都好卡欸。这带脚漂亮，对吧？这颜色很我的菜。哦，都好雾欸。好扯哦，这都有价的。不错。现在古雷法，如果刷上亮面也不错。目前很明亮。对啊。不错，四百吧。好厉害。补血用。对，补血补血。哦，这张应该是豆，那张应该是最烂。后面那张如果是亮面的话，不管没差。龙之进账也是最烂的。前一秒说最烂的，后一秒就中了。拜托你讲一下别的卡。哎，说不定很猛哎，我这还真的不知道哎。先装起来，先去。对吧？我突然间一次开2包了，对不起。不卡，没事。那我开两包。对啊，小心剪就好。哦，这个不错。可爱吧？这个不错。你的包装。那个花样的，书卡，五颗闪亮面。那一束是不是2张亮面而已啊？好像是。我们是不是快把亮面开完了？对啊。啊。凤姐凤凰啊，拜托啊！你弟刚说他的绿包有亮面吗？有，2包都是，所以他拿的2包是图卡。算是运气不错，算是3包。我没有啦，1包2，我们会有8张亮面啦，因为我们一束2张嘛，一束8张，那还有机会。哦，这个应该不错，那只不错，赞。废铁回收机也不错，几十块可也有几十块。我好像直接把它染遮毁了。废铁回收机第一次复刻欸。我听到风切凤凰帮我来一张。
没有啊。哦，烂的。然后我的四张量蛮快出来。好开心哦！开心，很漂亮吧？漂亮，我比较喜欢刚那个花样的。花样那张应该不错。哇！好，当当，你满足了。对，这个比什么小的还漂亮还开心呢。到底几量？感觉超过八张了。哎，为什么你？哎，因为我都开两张啊。啊，你有的时候你没有每次都开两包啊。可是我只剩三包哎。哦。到底怎么有那么多亮面啊，太爽了吧！超过八张了吧？嗯，吓我一跳。嗯。OK。哇，好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哦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已经3:13了。好了，明天8点上班。大家喜欢影片哈，按赞加订阅。好，有需要的卡去福川的游戏网看。好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